Blackpink Lisa 新加坡超顺泰勒斯粉丝抽胜一次满足。I am so excited to get to say these words to you. Singapore, welcome to the Eras Tour.车几天后，泰勒斯世界巡演来到新加坡，自三月二号起，一连唱六场，估计超过300,000歌迷朝圣。迎来 Blackpink Lisa 超胜，粉丝抽黑，两个愿望一次满足。JJ 林俊杰第一天就来朝圣，看来跟 Lisa 都是在一样的位置。JJ 还在 IG 线动走了一番看演唱会的行头，手表是超过3200万台币的 Richard Mille， 还有 Crown Cast 卡地亚各超过8万台币的镶钻戒指手环。